有人与你共黄昏，有人问你粥可温，一日三餐，一屋二人，这是最美好的生活写照。但如果只有一个人呢？他告诉我们，不要失望，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生活，因为这是你写给自己，写给爱人最好的情书。5年前的今天，我站在这里，从他的手里接过了奖杯。现在，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，有请伊人系列送青春。在这里恭喜伊人系列送青春，有请登上舞台，有请。我们大家都知道，这项意义非凡的奖项对于送青春来说意味着什么。我们也特意邀请了一位特殊的嘉宾来为他颁发这个奖项，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这位神秘嘉宾上台颁奖。欢迎，苏太太，好久不见。你回来了。我说过的吧，不会让你吃亏的。我记得我们的婚礼还有一个环节没有完成。